各位 Mobile 零网友大家好，这边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礼物，这是由我们 Mobile 零月游日本合作的 JTB 这间很大的旅游公司所提供的礼物哦。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月历，封面非常非常的可爱，也很漂亮，很华丽的感觉。日本的达摩不倒翁可以许愿带来好运啊，健康的保佑等等，所以它的封面是非常有日式的风格。那我们接着翻到里面，里面也很厉害哦。一月它有一个封面很漂亮的云海，二月就变成一个很美很美的雪景，三月就是花海配上很远处的一个山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写真的封面。这个月历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单一天的日子会有特别的标注，它会针对日本这一天日本的某一个县市所举办的一个特别的庆典或者是活动，还有特别的图，特别的说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它都是绘制不同的图哦，标记得非常详细。我们再翻另外一个月看到这个月历的好处是什么，看得到日本每一天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或祭典会举办，提前去安排你的行程。再来就是挂在家里面，挂在你的店里面，办公室里面，就是一个很显眼很特别的存在。那这么一个很有纪念性特别的礼物到底要怎么获得呢？我们会公布活动办法，月游日本的网页上面，请大家手刀去参加活动哦。拜拜。